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林，今天我们接着来玩《第五人格》，咱们不说这个游戏。我这场的剧情结束了吗？我忘了，看来还没有结束。密室，这是第一啊。去花房，哎，调查吧，房。这些调查的人的风箱，这风箱还能调查。就是这块呢，这是花田。这餐厅，一箱一箱的啊。去回廊，哎呦，又不去试一试。那拿我怎么样？深不见底啊，不得不去请医生了。也没什么可调查的，给点提示呗。哪也没查出来呀、啊。我在查哪里呀、啊？奇迹室，记得之前说一个主台有主管，现在又都没有主管了，还是说有主管呀？点猫也点不了啊。还是要触发什么剧情吗？这我上哪找去？找到密室去了。到底错过了什么？这调查地下室。这是啥？这里不看上去也是个实验室。天哪！我明白这是啥吗？这里怎么说？开门，查药剂。什么意思？可不能瞎喝吧？这直接老鼠就过来了，老鼠药吗？这么吸引老鼠，这就嘎了。完蛋！接下来呢？这是致命啊！这是怎么了？下一种药。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如果符号和记录都跟作用有关，三人代表恐惧。
去的幻觉。那魔念莫虚念代表什么呢？他怎么又回来了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难道又是一场噩梦？小姐，您醒来了，早餐已经准备好了，请到一楼餐厅享用。另外，今天有新的客人到了。早上好，小姐。这位是诺顿·坎贝尔先生，是新到的客人。早上好，坎贝尔先生。不好意思，管家先生，可能是昨天身体不适的后遗症，我没什么胃口，我还是先回房休息了。好的，小姐，请注意身体，若有什么需要请通知女仆。小姐，考虑到您的健康情况和克雷伯格先生的突然失踪，主人对之后的安排有了一些调整。今天您可以在主宅里自由活动，但请不要擅自离开，有需要请随时通知我。谢谢广大讲义小逆开车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收藏投币。